宫廷呢有四大庄，我今天呢做四大塔之一，叫南塔鸡片，也是一个六七十年代的国宴菜。同志们好，今天是爷是不是又亮大招了？对，亲爱的爷孙们，今天咱就做一个传统的老的揭秘的四大塔之一南塔鸡脯肉哈，鸡片呗，鸡片筋呢给它去掉啊，咱就用普通食材。其实这个菜挺简单，是不是？挺简单，过去用的非常广，现在呢做的人越来越少，失传了，不会了，失传了。这层膜不要啊，给它片掉。我们现在开始片片啊，你先这样，先打个底儿。这个片呢要薄还要大啊。多厚实呀、看不清啊。看不清，我给你看一下哈。一个硬币呗。看。尽量大点是吧？对。好。先给它喂一下底口啊，刮掉了。有些菜啊，要想它之前更入味儿，是不是呀？对，这底口是必须得先来的。对，给它上浆，怎么上呢？我们先把这个蛋清和淀粉呢，给它搅拌均匀。一个蛋清啊？对，一个蛋清，上足了浆才能嫩，让它吃饱啊，喝足。喝足，来点油。黄牛，省着脱浆。好嘞，我这配料呢，已经土丝给切好了啊，葱姜丝香菜，这个是小菜籽油菜心，这是围边用的，这是花椒水，温水泡的啊。对，花椒水，就要花椒水这个味道啊。好嘞，四成油啊，油温不要太高呗，就是吧？对，别着急滑啊，让它逐渐升温，这样这个鸡片能保持它的嫩度啊。那低温那种感觉啊。对了，捞出来，全面色就捞啊。不能待时间长，瞅着很厚，但是很嫩呐、啊，这呀。对呀，葱姜炝锅啊，这个油温不要太热，料酒上来多给。好嘞。好，有汤来汤，没汤来给啊。放点盐一勺。白糖，提鲜啊，味素，花椒水，好嘞，把这个小汤给兑好了之后，鸡片搁里边塔，这回塔啊，塔了一分钟，加点香油，你这准备出锅了呗啊？就这么快啊？香菜搁里 ，OK， 不着了。宫廷的有四大庄，我今天呢做四大塔之一，叫南塔鸡片，也是一个六七十年代的国宴菜。我们这个国宴菜呢，它讲究给它点缀一下，让它好看。你看我滑油的时候，这个温度对跟其他的不一样。再一个呢，搁上汤之后啊，就是塔的过程当中，不要塔的时间过长，对，保持它的嫩度。亲爱的隐身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能不能给老尹点个赞？行，我看行啊。人家都说了，这小尹咋这么幸福呢？哪个菜都向你先尝，有口福、是吧？呀呀呀，这家这鸡片，看这看着味儿，这可不是，这是手抖啊，非常的滑嫩啊，这个口也掌握的正好。那个花椒水哈、搁里头之后，那个清香那种的味道，嘎嘎就出来了。今天师爷也是。再次给大家复原一个传统的老菜，多少年很少有人会做了。对呀、北京呢，它有个宫廷菜的四大庄。哪四大庄？抓草鱼、抓草虾、抓草腰子、抓草这个鱼片。对，我今天呢，全四大塔呀，四大塔之一，这个南塔，今天是南塔。对，这俩鱼片，松塔里脊，里脊，这个锅塔里脊软。哎呀。这个逐步的，咱是不是得上了？多上了！我毫无保留的都奉献给你们。接下来啊，有请师爷再把剩下的三塔继续呈现啊。OK， 每日烟火气尽在老尹记，南塔鸡片。